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勇。上次喺玩特别偏 back 嘅时候咧，有 NPC 提及到，当海星星用佢愤怒嘅眼睛望住我嘅时候咧，我发誓咧，我想喊。而我见到呢一度咧，就觉得好有趣，就诞生咗咧呢一集嘅精灵知识录。究竟海星星中间红色嘅嘢系咪佢嘅眼睛呢？就等我嚟话俾大家听啦。海星星系由五个咧柔韧金色嘅触手以星星形状组成嘅精灵嚟嘅。在五个触手的正中间呢，就是海星星的核心器官，相当于呢其实就是精灵的心脏。当海星星处于一些健康啊、开心、兴奋、害怕或者嬲的状态下呢，核心呢就会呢明亮地闪耀。在情绪呢越紧张的情况下呢，闪烁呢会更加明显和剧烈。而在动画片里面呢，最常见的闪烁呢就是呢当海星星变得虚弱啦。而个核心咧将会咧微弱咁样发光，而且咧缓慢咁样闪烁。核心最特殊嘅能力咧就系咧，即使咧失去任何一只嘅触手，只要个核心咧仲完整嘅话咧，依然可以咧进行修复嘅。而喺多个游戏版本嘅图鉴当中咧，亦有描述到咧呢一个嘅情况嘅。所以咧中间嘅咧并唔系佢嘅眼睛啊，亦都揾唔到关于眼睛嘅资料嘅。海星星嘅原型相信咧大家都好清楚啦，就系咧现实中嘅海星。而海星咧，亦都系咧冇眼睛嘅生物嚟嘅。生物学家咧就喺研究当中发现咧，海星咧嘅活动咧主要依靠系体内嘅一个神经系统啊。而海星星咧亦有可能咧有着相同嘅一个设定嘅。喺2018年嘅5月 ，Pokémon 嘅官方 YouTube channel 咧就上传咗一部影片，有关海星星嘅歌嘅。个歌名就系咧《我们的海星星》。个歌词提及到咧，红色嘅核心闪闪亮，系嚟自宇宙嘅星星吗？表示咧，海星星咧其实系有机会咧系嚟自宇宙嘅外星生物嚟嘅。而喺旧极日版嘅图鉴当中，亦有描述到喺各地咧都流传住星星咧落到海入面就会变成海星星嘅民间传说啦。唔知咧以上嘅资料咧可唔可以解答到咧各位心中嘅一个疑问呢？如果有嘅话咧，希望咧留言话俾我听啊，或者赞好呢条影片。仲未订阅嘅话咧，记得订阅啦！我哋下一次咧精灵知识录再见，拜拜。